你们这些卖的就是我。啊，骗我们。接下来要选择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在摸底测试和在今天的表现是一个飞跃制的变化啊，然后我也期待他接下来有更多舞种的挑战，他都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选择给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人是杨诗雨。杨诗雨，我就说有你。哎，我当时可太开心了，我可太感谢菲菲老师了，就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把我 pick 出来，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这一次我觉得进步大的成员太多了。那我选杨诗雨，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进步蛮大的，而且在刚刚的那一轮刚好 balance 一下，蛮好的。对， balance 一下。然后包括他第一次在摸底测试的时候，苏社长也说啊，他会不会拉丁的味道太重了？没有，那没有，那没有，洗掉蛮多的。对，然后他就现在就哎，完全变了一下。唐丽加油，快，太硬了吧！没考虑到他胯不能开。怎么样，成功了吗？算了，成功了。OK， 来，掌声鼓励两位。来，我上吧。菲菲加油！加油！菲菲老师加油！能跟两个老师一起来，我们都是台上台下这样的接触，但是我今天相处下来就是觉得两位老师都特别的亲和，我们一起玩都特别开心，很棒的体验，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下第二次的起舞任务。在第二次的任务里面，我希望能够扩大起舞的规模，所以在这边我要对四位金牌主理人啊，升级了，金牌升级了，升级了。待会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升级，因为对你们有一点要求，希望你们四位可以直接加入他们的队伍哦，跟他们一起准备这支起舞作品。一方面一定可以增加这个作品的精彩度，二方面呢，你们可以更近距离的知道他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对他们提出更直接的帮助。好。大家要从王牌升级到金牌，你们已经晋级了，然后现在任务也增加了，可是很抱歉，我们加量不加价。就是我们老师的工资不涨是吧？辛苦大家了，金牌主理人。可能下一次我们可能是要怎么样让社长也是吧，啊，做一个带头的作用，对不对？我也要吧。我以为我只需要在办公室吃冰淇淋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咯，那就到那个教室门口，依照各自的图案开始你的教学吧。好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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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这个吗？加油，一起加油。好的，不要不要吗？好的，不要。这给个面子吧。哎呦，来来来，我们一起加油。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在一起，我们了不起！哦，这个是，然后我们两个女生这样，跟女生进去。快来吧，老师！快来吧，老师！哇！什么情况？真假的？真的吗？真假的？一起来吗？对，一起吗？不对，你们俩肯定是故意进来虚晃一下，你们就是进来虚晃我们。你们这群白眼狼，你们这群白眼狼，好，拜拜。你们这群白狼，我们就说是菲菲
当时菲菲老师进来之后就完了完了，真的是这种性感的风格彻底凉了，就这种感觉。菲菲姐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大事不妙大事不妙，肯定会是那种非常 sexy 的那种风格。你们怎么知道是我啊？猜到了。真的吗？真的。没有，其实不是我。不是吧。来，郑多老师请进来。不会吧。你们这些卖的就是我。啊，骗我们。哎呀，吓死你们了吧。啊 ,OK,OK、okay, okay。这次也很开心能跳到小君君老师的舞蹈，可以跟菲菲姐一起跳很 sexy 一点的，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对，小君君编舞嘛，哎，就是一整个就是喜欢住，觉得他的编舞风格和他的舞台呈现是我们很喜欢的。大傻眼，你哭了，毛毛哭了，毛毛真的哭了。承受了太多，承受了太多。好啦，你过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不，有不哭不哭。我来采访一下这位女士，就看完 demo 你的感觉是？我完蛋了。看完第一个动作，我的泪水就在打转，我这个情绪就一下就上来了。就是这个风格，我也不是说特别讨厌，不是说特别排斥，但我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如果现在让我去尝试偏女性化的风格，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么短时间让我去跨的话，我觉得会很难受。唉，来第二位女士。笑不出来，就是难受凉了。我对这个舞台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来第三位女士。我好像走错队了。哎呦没事的，你们觉得你们跳不出来吗？特别害怕这个事情。我害怕，我现在就非常妥妥的害怕。不会真的让我穿旗袍吧？我觉得我们先聊一聊，对不对？大家还是因为也是第一次组到这个团，就是这个歌它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觉得其实是我和青春有个约会，就是你们今天在这里参加这个了不起舞社，它就是你们青春当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你们曾经在那三个月里面，你们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奋斗过，一起去努力过，为了这个目标你们哭也好，你们觉得哇天哪，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的不公，为什么会遇到这首歌。但是你看选择自己的风格最后也不一定是拿到最高分呢、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在这边能够遇到彼此，然后能够一起奋斗这三个月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不是这个节目你真的是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穿裙子，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跳这种感觉的舞蹈。其实现在虽然很痛苦，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一个尝试嘛，是吧？啊，我也相信你们可以做得很好的。啊，虽然就是选到了这个目前来说不是很想跳的东西，但是来都来了，就是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去尝试的新鲜的东西，自己都能尽全力去做到最好。总之我一定会努力的。然后因为里面有老师有跳了一段舞蹈嘛，我也跟你们一起跳。 OK。 嗯，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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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大绕圈，绕绕，然后这样子，画手出，哎，对，大大绕圈，有个镜头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一下工的，就是像芭比啊，还有郑希和啾啾几个，还是要练一下基本功的，因为。你们太 bounce 了，这种就是还是要去改一下范儿，这个对于你们之后在学这个舞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有人去带练基本功，练线条，练完身形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练表情和眼神，好不好？啊，
那我们三人一人分配一个老师。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负责你。对，因为我跟啾啾很熟，我负责你吗？啊，你负责芭比。嗯，我俩是室友呢。哦，这回家私底下就辅导了呀。私底下就辅导了啊。就是这是往上挺的，就是你的脖子和这是要撑开的。哎，对 ，OK， good。我没有完成大家期待我完成的学业，我妈妈就会以前都带着小孩夸你，现在他们就会说，你看那个就是只会玩不会念书的那个乖乖虎，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们五位呢都在心目中选出了我们认为的进步最大的飞跃最大的队员，我们有奇迹要降临在他头上。这个奇迹是什么呢？我们要每个人送一朵小红花。选出来的这一位呢，除了拿到一朵小红花之外，还有可以跟选择你的老师拥有休闲一日游的机会，还有不止，你还可以选择一位好朋友同行。现在是不是很想知道最佳飞跃奖是谁呢？那我们请每一位老师自己来说。有一个人讲自己社死的经验。社死？社长，你有什么社死的事情吗？对，我也很关心这个。应该很多。小时候确实有了，可是这个不是很愉快的经验。没有，因为我出道成名比较早嘛，然后念的学校比较好，所以就是媒体啊，所有的群众都对我的期待很高，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某种道德榜样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在想，那我念大学是为了满足大家对我的期待呢，还是我要念给自己的？那个科系我又没有兴趣。我那时候考上的时候是机械工程系，你想想看，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差很远？我就开记者会说，我要休学了，我不要再，就我觉得念书这件事应该是念给自己的。可那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啊，不像现在大家对吧，就追逐自己的梦想是现在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可当年不是的，以前是你念书念得很好，对对，你要去做艺术吗？就大家就不原谅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然后网络上啊，就是跟现在大概就上跟上有不好的事情上了热搜第一名一样，全世界都觉得你非常糟糕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完成大家期待我完成的学业，我自己就会告诉自己说，哇，你到做棚，你上街，人家妈妈就会以前都带着小孩夸你，现在他们就会说，你看那个就是只会玩不会念书的那个乖乖虎，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是真正的社会性死亡过，一下子那个声名扫地了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峰回路转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可那个演之前我也不是演戏专业的，所以就是一边拍一边学咯，这样子。所以就是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下一步是下还是上，真的不知道，就是要勇敢的往前走，就是一直经历的。都给吧。对啊，不为难，都给吧，好，不啰嗦，辛苦了辛苦了，搬出今晚最大奖。谢谢大家，大家可以来我们房间享受一下，真的没白摔，没白摔。所以今天吃得开心吗？开心。玩得 OK 吗 ？OK。那摔得还印象深刻吗？大家一定都会记住你的。没白摔，没白摔，没白摔，没白摔。那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赏光。好，谢谢大家。合照，合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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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多，有一点娘娘的感觉。好，我选择是塔林加，塔林加，对。第一次在这里看你们的表演的时候，到今天的舞台，你的进步很大的。弹力加，因为第一次考表演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印象，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起跳的。然后今天的那个 disco 的
表演的时候他哇很厉害很厉害。对，而且 disco 子是大家很好的一个作品，很好。谢谢 ，Oh my god！ 好的，难题给你，难题来了，带一位你的好朋友。但是我只能选一个，随便选，宝贝，随便选，没关系，要选谁都行，没关系，不要有压力。好的，我不看你。因为我都非常爱我们的队友，就是只能选一个的话，那我就想，其实我一直想选一个人。哦，我想跟他学习舞蹈，对，我很欣赏他的舞蹈，就是毛毛。哦，想多开心死了。Nice。解释一下为什么战多老师很开心？因为呢，我上的时候。毛尖是护着你，我哎谁呀这样的，对，然后我最后决定你，所以啊 ，nice， 第一个是毛尖师，第二个是唐丽佳，毛尖师是很好的，但是今天的舞台，我的期待和今天的他的表演是一样的水平，但是我希望他每一次我的期待挑过。他的表演，所以唐丽佳他是不是那么自由的感觉，但是今天那么好的 disco 子，但是我的眼睛是他这样感觉是很好的，然后他的努力也很大的。更多听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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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没有不用那么更 control 一点干净一点，然后 boom 的时候，更多 power， 对吧？我请大家吃火锅。我也想。选中的人可以去吃火锅。我也想吃，我也想吃。啊，不是全部的人，不是全部的人，是被我选中的人可以去吃火锅。我们很温柔一点，这样，但是高一点。要到哪里？老师是在比我的身高吗？老师跟着。在里吧。张多老师加油！加油！这样，对吗 ？Let's go！ 哎呀！哎呀！啊！来，我上吧。好，菲菲加油！加油，菲菲老师加油！错了，再来。嘿呀。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起理解它是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什么样的流动。OK， 周学长是这里，乌贾是这里 ，Michael 是这里，因为初学者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学习基本功，然后更复杂的更难的动作呀，这个练习
过程。过程的厉害，谢谢。我读你的心。这个过程，它是加加加加加加加，对吧？所以呢，我叫你们基本功。Yeah。我的主题是 Michael Jackson 吧？这样的主题是很难的，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样子。但是 Michael Jackson 的魔法不是完美的话啊，他们是假的啊，不好看，不一样呀，这样是很容易这样的，所以。一定需要那个街舞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需要努力的部分是很多的。第一和第二的哪里不一样的？哪里？这个问题交给了我。身体在哪里？怎么样不一样？就这一块嘛。对。我觉得是第一种，第二种。啊，不是，不是。我觉得啊，第一个是摇，然后在节奏上摇的感觉；第二个是反拍。对，差不多也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啊，不是啊。我们都想表达那个意思，说不出。一是只有 down， and then 肩膀放松。第二是 six beat，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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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多。有一点娘娘的感觉，前面 ，OK， 后面，OK， 一的时候 in and in， 里面里面，二的时候外面外面，他用这个的时候有一点后面，但是练习的时候不想去后面，所以他后面的理由是。一二的时候，它在这样，一直在一样的位置，它是特别厉害。它很清楚知道怎么用身体。唱歌的时候是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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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在唱歌，然后身体也这样，对吧？所以如果它不知道怎么用的话，不能唱歌。这样的，怎么的？但是它知道怎么控制。